What the fuck? 阿贤，4年不戴口罩，你还会戴吗？看去哪里吧。等错发钱啊，买Roy的，我已经有了，一直是新的也是Roy的。不会啦，6000，6000拿来买滑鼠，买还有3000多，2000多，不要浪费钱。开台没赚多少钱，一直花钱，算了。等我这个旧的坏掉再说了。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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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ey. Oh, 好像把队友白钱白痴也没白到敌人呢，闪丢的真好，哈哈。民进党说发钱是一直延后，是因为国民党一直说要靠要说要发10000，没公司才一直拖吗？我就觉得不如不要发，你就让我们今年不要缴税就好了，去年超征，那今年就不要缴税不就好了吗？发什么钱？不缴税最爽，这都不要发，最后没争议了吧？老人本身没赚钱，不用缴税，对不对？也不用让他们爽领6000。 就拿他们那6000来补贴我们这些缴的税，差不多吧。反正我们这年轻人没赚多少钱，一年缴个几千块，差不多。18到20岁有成年礼，什么成年礼？1200点，1200点什么 Gage 啊？错音我们还送 Gage 啊，这么好，成年就送、欸。发6000也是在买票，不是啊？国民党说要发10000，国民党买的也是想要买票啊。易放券。 啊，只有18到22有，差别大概20%不是？也不是年轻人哦，成年礼金在喝康，还成年礼金。成年礼金可以拿去喝茶吗？那要看店家是不是说，店家如果要收那个券，应该可以吧？搞不好那家店的老板有副业啊，对不对？他可以用那个易放券去申请喝茶，算文艺消费吗？不好说，我也不知道。欣赏美女的那个。 阿姨的文艺气息，阿姨的身体散发很多文艺气息啊！一起拍 swag， 6000，6000刚好再拿来缴今年的税，差不多发了，然后又马上再缴回去，3、4月发，5、6月缴税嘛，差不多吧，发了再缴回去而已。乌克丽丽有进度条吗？感觉乌克丽丽音不准呢，怪怪的，怎么弹我都觉得怪怪的。屌啊，牛逼！ 你想要的，我全部能够给你，我全部。你想要的，哎，敢开始了？先谈。敢屁呀！这应该是假的，那我觉得那应该是假的，500块而已。Shotgun，Shotgun。Jungle。 耶嘿，烟火起了！帮我出去，ups ups。也没有帮我挡枪吧？他拉枪线而已，他是被爆头，不然应该救得到他的。 别让我逼耶！拜托，我谁啊？阿娘喂！ Nice. 我公司有阿浪玩 CS 一堆刀子赚的钱，买去买 skin。那我跟你讲，他超有钱。他不买股票是小事啊，他买 skin 那就完蛋了。他一定超有钱 ，skin 基本上只会涨，很少在跌的 ，skin 基本上没有在跌，基本上不太会跌啦。除非你是像那时候那个 AU 区跟傻狗 553 被改墙，你买然后之后被改烂，它就会跌。不然基本上 skin 是不会跌的。 Let them in. Nice. Nice. One jungle. Nice. Market very low.
你 pocket 啦，关心 market， 不关心 market，market low。Holy。Nice。点头博。干你啊！这个宇智波鼬他妈的不补枪，这干很小。宇智波鼬直接给我他妈的逛大街，不哎。去中路抽一个，这个位置好，去中路抽一个，当抽奖仔。Excuse me. Yeah, fast, fast A. Oh. 抽奖，我才是被抽奖的那一个。现在是铁板面还会加蛋吗？有可能吧，可能加不了，一个蛋20块，赌这里会死，真的，赌这里高狙率会死。What the fuck? Oh my god! Oh no! What are you doing, bro? You are the king. You are CS king. 我以为他在，我知道他想做什么啊，但我没想到他真的能杀死，他真的能把他炸死。鲜血离子弹，我可能说要处理掉它，让我成为最后一个受害者。你跟他说，不要屁话那么多啊，等着劳工局来他妈检查、啊。如果你爸说的，就剩他一打死我家爸。香哥，我好年轮你谁？我同事2月15日见我说他要签下去了，5天而已就被洗掉了。CT No CT No Nice 这个人也太硬了吧，干巴蛇 Nice 四杀手灌用灌的、啊、少一枪灌到箱子也可以要打4枪、啊、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有可能啦、啊，像我有一个林兵，他本身就有想要签下去了。他在进来之前，他就有想过要签了。靠，要他家开工厂哎、欸，那我只能说他很爱中华民国。